参苓白术散是个常用方，补中益气汤呢既是常用方又是代表方。前面讲的参苓白术散是一种脾虚湿盛以后也涉及到一种脾湿下流啊，脾湿下流这种泄泻带下。我们要讨论的补中益气汤呢，从李东垣他自己所讲有脾湿下流，但这两方治法上是差别很大的，有很多类似症状，但治法上呢差别很大。这个补中益气汤里边呢，整个从病机来看，它气脾虚气陷这个概念是李东垣啊用升阳举陷治疗脾虚气陷他建立的。但后世的张景岳到张锡纯这啊在他基础上都相应制定了一些方啊，像那个举元煎啦、升陷汤啊，但都一般承认的补中益气汤是在治疗脾虚气陷上啊是个开创，在肝温除热法方面的治法上也是个开创奠基。哎，这当中他建立的一个阴火的理论，很多人很重视在研究，但到现在呢没有统一啊，没有统一。所以学习这个方主要是从病机治法的角度来理解它啊，临床的主治和这个方的组成，方的组成。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啊，这个呢作为本科不是讨论的重点。譬如阴火啊，这个李东垣的书里阴火说的很多，他几本书里到处说到阴火，用它来解释气虚发热，一共说了40多个地方阴火。一看呢，肝火也有，胃火也有，肾火也有啊，它都叫阴火。这个所以这个方讲的话重点是在一个它的主治症候一个病机分析，主治临床运用涉及到哪些方面，它治法里边升阳举陷这种治法的特点和它运用方法。主症的脾虚气陷症，因为气的功能当中啊五大功能其中有固摄功能，气陷本质上是一种不固摄，体表啊表气不固，气不能固摄自害。那和这种比如说气机下陷以后形成那个气陷，下陷我们升举啊，体表失固我们固摄，从力量上啊从重的特点上实际上和气的五大功能中间一个固摄功能都有联系。那补中益气汤它所主治症候的病机呢是脾气虚了以后侧重在固摄功能方面的降低啊，固摄能力大大降低。那固摄哪些东西呢？其实它临床主治涉及到固摄气、血、精液，还包括肾经的精啊，气血精精神以及脏器，这都涉及到这个方运用的话。所以对于补中益气汤的这个主治，第一组必然一组是基础的脾虚见证，食少便溏，少气懒言，体倦肢软，都是一个基础的脾虚见证了啊，包括寐参、尾白或尾黄了，这是一组基础的。再加上呢我们教材组织里面除了基础脾虚见证之外，它有一种啊气陷有反应，这脏腑啊下垂人直立的了，它不能固定在一个局部，涉及到一种气机的固摄力量不够。所以包括像啊这个脱肛，包括啊，子宫脱垂，中医过去叫阴挺下脱，妇科啊，像现在胃下垂呢，
过去的描述叫万府罪障，因为它没有现在能够直接用这个X 光看到了，叫万府罪障，很多是指的胃下垂，实际脏器下垂了。至于这个气陷之后呢，久泻、久痢、崩漏啊，精啊，涉及到这种不能固摄精液，不能固摄血液，那包括这种皮下出血，补中益气汤经常用于气虚不摄血出现啊，这种皮下出血，现在的血小板减少的紫癜啊，过敏性紫癜啊，用补中益气啊也是很好的，特别小儿在这个方面呢也有这种脾虚不固这种不摄血这个类型。那作为有补中益气汤症，它可以有啊气短，前面说基础气虚见证啊，气短可以有自汗，自汗也是一种津液不固，可以有啊这个早上起来一阵头昏啊，眩晕清阳不升啊，清阳不升，所以它固摄是多个方面的，精神啊，神志疲乏，神志恍惚，他这种身举固摄也能固摄摄于心神，所以说光是脾虚气陷不能简单看看就是脏腑的下垂啊，或者呢像久泻久痢崩漏这个这几样，它是固摄涉及到人体里边的组织的啊，这个失固以后啊不能维持一定部位，不基础物质气血精神多方面的，所以有两部分构成。我们教材把气虚下陷失血脏器下垂和这种基础气虚见证并列为三条三个部分，实际上啊应该两个部分。我关于这个气虚发热症，这是历来讨论比较多的啊，李东垣他这种啊虚火虚热把它叫这个阴火，阴火你要一看，他阴火者心火也，这一段啊他就联系到心，但是再一翻他的四本书啊，脾胃论、医学发明啊、蓝色秘藏、内外伤辩活论，人们往往以内外伤辩活论里提到这一段呢啊，这个脾胃论里也有作为根据，但实际上四本书里他提阴火到处都在说阴火，所以直到现在收集他写阴火的资料越多的话越弄不清他说的什么了，哎，最后人们概括他讲的比较直接点的呢，它是一种清阳下陷脾湿下流，郁而下焦阳气化火上攻啊，所以对这个因为他的引文也不完全统一了，整个里面就是两个意思，最直接来说明的两个意思，一个是脾虚清阳下陷，脾湿随之下流，下焦呢是元气所在的地方，脾湿郁而下焦阳气化火上攻，哎，化火上攻，这造成一阵燥热，这种气虚发热。当然根据他谈的呢，我们现在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脾虚清阳下陷，清阳啊，那脾虚清阳下陷是指的脾的清阳了，脾虚清阳下陷在下焦郁而化热，这提法有点差别，但都跟脾虚啊水湿啊脾虚以后脾湿下流这个有关，郁而下焦阳气，这种时候化火上攻，一阵的燥热，这样解释的。临床呢现在怎么把握这个呢啊，这个人当时有这个体会了，实际上这种燥热都上午发生，活动一下一阵燥热伴随出汗，休息一下好一些，热程度不重，热程度不重，
往往呢，手心有点热，手背呢不热，所以这个要和那外感发热区别。关于补中益气汤，它这个气虚发热症的一个啊这个特点和这个历来的理论解释问题，在临床上呢，对这个气虚发热的一个描述挺多啊。但我自己体会就是说，这类发热有个特点了，上午发热居多，而且还有遇劳则发，也就是说活动一下。这类体质病人，他不是说劳动强度要很大才发了，而是活动活动，他身上出现个燥热，而且这类热往往不是以体温升高为特点。中医的很多谈到的发热，它有一种燥热，有燥，啊，有的是湿润，精不足，血不足，湿润产生燥，这种也热。你比如像小建中汤里说的那个发热，而且这种发热稍微坐一坐，静一静，它就没有了。从发热来说呢，当然很多参考书上强调这个手心啊，手心热这个为主。而且补中益气汤症这个发热还有个特点，一有燥热来有一定的汗出，这个汗出气短，这个对这个固摄啊，气和津液的固摄啊，也力量减弱了。所以通过这个健脾益气，升举清阳，使这个燥热下焦化火上攻，这种燥热脾湿升举清阳呢，脾湿不下流了，这个原因解除了，燥热就可以得到控制，是这个意思了。整个的这个这类气虚发热肝温除热，体温应该说，就我这个当然大家经验不同了，我体温遇到的体温都不是很高的，只在用当归补血汤里用到过一个这个体温比较高39度以上的，那是在也是住院一周反复，西医和西医院中医科控制不下来情况下，当时判断就是结合有气虚发热血虚阳浮啊，也这种采用的。所以这个方历来气虚发热是一个很啊大家科研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肝温除热法呢，应该说这个方是个代表方。像过去啊，因为都是李东垣啊，像当归补血汤、补中益气汤都是李东垣制定的，这两个方都说是肝温除热的一个代表，用药也是以肝温为主了。但是呢，大家比较公认补中益气这个方呢是个代表方啊，是个代表方。甚至于小建中汤也体现了肝温，但是不作为代表方。这个刚才谈到这个补中益气，在临床运用方面来说呢，它这个范围的确很广。从大量病例观察，对于像这个脱肛啊、子宫脱垂、胃下垂啊，这里的确有效，但服用时间长，服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临床上都是前头吃一段时间这个汤剂以后用完剂。而且这个方在对于皮下出血这个方面统计报道也很多，这个是比较早60-70年代的这个病例就很多。我们用于一些病例特别小儿的比较多，
用丸药能够收到这个比较好效果的。这个所以在它涉及到的面很广啊，涉及到它固摄，通过生阳举陷起到的固摄作用的话，应该涉及到气血、精精神这些都有。所以报道里边，你比如像遗精还用补中益气汤来治疗也有啊，所以它也涉及到固摄一个肾经方面的问题。这个从脾湿下流，通过生举清阳解除这个脾湿下流，所以从这个用药来讲啊，整个这个方式是君子汤去掉茯苓啊作为一个基础，而用黄芪呢在方中比例较大，其他都几分啊，很少一点，李东垣原方就用一钱了，一钱你别看它量小，李东垣整个用量都很小啊，它有几个地方补中益气汤啊都是2钱8分到3钱多一点之间，那你要说就相当于现在这个整个的包药在10克左右啊，但其中比例上呢黄芪比例是大的，所以在方中比例啊较大。现在我们一般用补中益气汤来说，黄芪量略大，固摄力量才好，但是黄芪固摄也要区分，你比如说整个补益剂补气这类方剂啊，共同特点用量宜小不宜大，补气用药大多偏温，用量的宜小不宜大，这是总体的补气上这个特点来说了啊。它和补阴啊和补血啊有一定差别，因为这也体现一种少火生气特点，你补气不宜量大，而且呢这类病程较缓，你不可能急于求成。在整个我们现在用比例用来要固摄，那就黄芪量偏大，而这个固摄还要看它要发挥作用时啊要它多大力量，所以你看在李东垣用量上用的很小，用黄芪固摄用到补阳还五汤的时候用的120克那么大，所以要针对固摄具体情况，但是只要是发挥固摄作用在方中的它的比例应该是偏于大的。如果一般用量补脾肺之气，我们有时候用黄芪要强调它固摄，那起码就15克了，15克或者15克以上了。所以黄芪跟人参啊，用法不同，都能补脾肺之气。黄芪有比较明显的一种固摄作用，固摄的，当然其他作用还有不同了。它黄芪很多方面了，它还可以治水肿，啊。还可以呢，它固摄反映着譬如疮疡啊病程长，它可以脱里排脓，脱里呀、啊、往外脱，它实际上还是一种固摄，还是一种固摄，用于固摄用量比例较大。是君子汤加黄芪去茯苓这一组啊，黄芪、人参、白术、甘草这一组呢，它相当于益气。黄芪用量比例偏大呢，增加固摄作用。然后其中的陈皮、当归，陈皮是起到一个舒展气机，理气又能化湿。当归呢，结合到气血兼顾，它能够养血。因为气虚，一定程度血肯定也不足，既能养血又能活血，啊，既能养血又能活血。那陈皮、当归的运用使整个方剂啊，人参、
黄芪、白术、甘草这种补气的呢，也可以补而不滞，能够补而不滞。当然后世啊，有些你比如张景岳这用举元见，他就不用补而不滞的这类药了，啊，他人参、黄芪啊、白术、甘草这什么柴胡一配，他就直接就一气生举。这跟某些医家的主方他的一个思想啊特点有关，他配起这个左归右归来也是这样，攻专某一方面或者纯补啊，是，但这个补中医像当归、陈皮、进取和补而不滞啊，气血坚固啊，是比较好的，它适合于服用时间长，而且用量也不大。生麻柴胡呢，前面过多次提到了，体现出啊这个肝脾呀、肝脾气机的生举，保证这个在一气基础上这种生举作用，而且用量小，能够生发清阳，生发肝的清阳、脾的清阳，生发清阳。这个在70年代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当时的实验就是用这种类似于这个人啊脏器下陷这种特点的模型，用这个生麻柴胡和人参、黄芪、白术、甘草这两组来比较啊，同时又何方补中益气汤这两组药何方又来观察，这样的三组啊比较结果呢，单用人参、黄芪这一组有生举作用，生举作用维持时间4到6个小时就不行了，从观察维持时间短力量小，但是有这个作用。当时报道里生麻柴胡呢单用这两味药来生举没有作用，那很奇怪的，没有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的观察呢，我觉得呀比较严格的，但是两个合起来以后呢生举作用比较明显，时间也长。哎，我记得报道里观察它可以什么连续2-3天这个作用还在，以后慢慢的这个作用消退，是明显的协同有这个作用，再加上它可以持续时间长。当然这个作为一种参考啊，作为一种参考。所以整个这个方呢啊8个药是一气生现相结合，再用当归和啊这个陈皮呢理气和血啊照顾比较全面，就成一个名方了啊。所以历来呢这个除了汤剂啊丸剂来说，过去是很多药厂都生产的一个公认的一个好方子了。